后边还有好节目，跟何瑞说一段。王先生王凤山呢，快板相声两回报，快板是一代宗师，相声跟马三立马先生合作以后，有很多经典段子，有一段叫《十点钟开始》。今天呢，我们郭德纲老师把它改编成今晚开始。我也没听过这段，所以我跟大家同样都希望他演这个节目。所以呢，我别站太长的时间。第一，我也实在是在唱歌也唱不了。但是大家的热情，再给您唱一小段，唱一拿手的吧啊！好唱。先生的嫁女，地上的白，要听话的我叫回来，谢谢。原来确实是不少啊，是我更痛快改词了，刚才我就要出来了，累得乏的什么累啊，刚出门回来去合肥，是打不过时差的，不都说倒时差吗？这是出国回来的。好好，看了这么些个朋友，我打心里我就痛快。哦，多好！是，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对，掌声雷动。是，这叫快点儿啊！对，还得就说快点儿，快点儿啊！快点儿，快玩儿。对，这边叫收左山。哎。对，一句接着一句，一大套，慷慨激昂，春人闹将，闹将不本身，您就别说了，人唱快板的演员没撒尿，你说让人高兴了，恨不得哭一包那个，春人累将，春人累将，春人累将，累将好，我也喜欢，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听什么呢？听什么？有人说叫听音乐，啊，叫听个东西。有人说听一乐呀？对呀、啊，不对呀、啊，不对、啊，都错了，同志们。是吗？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都论形式，不能看它肤浅的表面。哦，还是听什么呢？这玩意儿是得教育人。错啊！把错人说错啊！这得教育人，必须有教育意义。哦，得继续点什么？不管花二块钱花多少钱，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合着大伙都到这上课了哟！变什么了？必须就拿刚才的快板来说啊，双锁山是啊，高俊老刘金定哦，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说明这对小夫妻。为了国家的建设，是抛弃个人的得失，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哪有这事儿？同志，你的觉悟不行啊！我没有这样，你必须得有觉悟，是啊。听东西说出来啊，必须教人高尚。啊，不好！您站直说话就行，不能这样。啊，我的意思你要理解。您说什么？您要学习。哦。人要加强学习，是才能够更加向上。您说这话倒是对的，一定要向上，知道吗？才能不断的前进。做人像不像啊？像不像都不分呢。啊。变拽。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啊！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才对的。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当然了，早先咱也没会学，也是学的，这得学习呀，知道吗？哦，学，你不学习，你哪能会这个？是学习，能保住一学者。哦，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人家觉悟很高啊，所以找他了。那你问问，当然了，白天人家上班啊，还得见过他人，哦，有功夫去问呢。对，晚上我门口一到大肚子那边过来，还能这样呢？就是，
架子。向您请教，从理论上给您解释一下。哦，人给人讲不是这回事儿，明白了，就把心里豁然开朗了。哎，一问是蔡老师，哦，烦人家不烦，不跟你说。啊，当然最后是看着我，太晚了。改天再说吧，休息，时间可不早了，回去上歌厅啊，接我媳妇下班。没有这么大人啊！怎么那么早了？咱接家属去吗？什么家属？我歌厅上班啊！咱心里琢磨，哎呀，人孙孙呀，人小啊，人小气啊。您媳妇在那儿工作？说这意思，人是幼亲学习啊，必须要受教育。是，人往高处走，自往低处流。太脏了！有意思吗？谁往低处流啊？好，往低处流。对，虽然都是业余，没有什么。讨厌这演员说话啊！你有水平啊！啊，你这么对精神文明建设没什么好作用。别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说明白是吧？所以说希望大家有听相声啊，要选择的听。相声也选择。哎，高尚不高尚？教育就好吗？你说受什么教育？人家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启发？哦，你这个是吧？还没有什么启发，听个相声乐乐就可以。知道吗？现实的玩意儿，知道吗？怎么选择呀？你有一相声喊气口，有这段子，这个相声不能听。怎么了？流不太大。有什么的？还是你们词儿啊？好，那我当你爸爸，你当我爸爸啊？你妈乐意吗？你这么说，我从来不听，是吧？你儿子够狠的。从来不听这些东西，我是批判性的听啊。你是批判性的听啊？批判性的听啊，知道吗？还有那拉洋片，拉洋片拿个扇子，瞧不瞧？瞧不瞧？好打人家，打不过，多残酷！这是我手段。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啊，破坏了演员的形象，哦，不是让人看洋片吗？就是这意思，说不教育嘛，对吧，同志？这个欢迎咱们的文化市场，说你精神文明之话，开门迎香，请您看《花样片》呢。你哪都不看，你说高吗？那不行，那我不管你啊，你就得自己高嘛，是吧？真这么说，干这事儿，这东西说的，知道吗？哎，必须这样。哦，我很受启发，我现在处处啊，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你啊，我最注意这个了，很自律。哎，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你看，走到街上，看见流氓。着急妇女，我的火腾就上来了，您抱住我，哎呀，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默默地坐了下来。坐，我仔细观察这流氓，干嘛呀？他到底是怎么着急妇女？我仔细看着他，我注意这些个细节。是吗？我一点我都不拉，我都不演，这演还跟不过来呢。嗯，我恨的嘛。嗯，我在想，同样是人，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这样就是不对的啊！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是啊，就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流通没有肃清，想的太多，是不是啊？啊，我心里很难受，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我实在我真是看不下去了。对对，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啊，流氓吃亏，那个妇女太壮了。这倒不怕这妇女高兴流氓呢。哎呀，我的心里很难受啊！在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不能容忍呢。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干伸一伸手，打他一拳，拦了辆车，走，我回家走。走了。哎呀，社会太平，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这是什么理论？
从车窗里往外看去，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嚎啕痛哭，我的心潮澎湃，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秋月无边》，凉风有杏树秋，月无边，跟我自家的曾经好比到这多年，我再也没有喊你来点什么乱。我这还听出来，连唱着都好了，是吧？心里不是滋味啊！就说这个流氓啊，这天下人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能够脱开民安呢？我心里难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这也学习啊，同志们啊！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提高我们灵魂、灵魂里面这些东西，知道吗？学着学着最后能够放松啊！放松！您说，基本嘴都松了，怎么学习？怎么瞧啊？瞧什么啊？我国家大事啊，是吧？我们跟国际上接轨，接什么轨？咱们国家内部这些个事儿，包括有一成语“新牛奶”啊。我们研究从先秦时期，秦牛奶是成语啊？对啊，怎么成语？怎么？秦牛奶怎么是成语？历史故事吗？秦牛奶吗？什么历史故事？你看，你看说，书上有秦牛奶，你看你矫情矫情啊？什么书啊？你看有那个什么故事？历史故事哪儿啊？孟姜女哭长城啊。不出禽流感没有，那是不着急，你知道吗？不是怎么回事啊？我教你说漂亮啊，漂亮。您说点别的。他哭完了长城，长城倒了。啊。秦始皇很喜欢他。哦。想跟他耍流氓，秦始皇还耍流氓。我跟你说，你敢？禽流感吗？你看，这好几千年了，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好了，不要着急啊，知道吗？不能说空话，不能说废话，要实际，知道吗？我们好好着急，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能够恢复起来。我到月亮上去打金仙。别废话，人均五年了，你糊涂了。啊，糊涂了，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啊！现在就2006，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没闹过呢，还过不过日子？你给居委会通知了？居委会不念这门儿？哎，是吗？那都应该知道，难过吧你？是吧？再过都知道，谁不过日子呀？是啊，啊，哎呦，真的。不是不作证啊，这也不作证。您正是希望我们国家恢复强国。你呀，您这么说的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你做的之处，你干的我看出来了。你这人啊，一切都握在嘴上，根本实际的一点都不沾边。我跟你说啊。这是你爸爸。我像，我在这儿找便宜的，这他啥看出来了？别的孩子都看出来了，你说要是年轻人，你是哪个？你呀，少说点话，多带点知识的人啊！以后少说的话，有你啊，评论我们相声，我最不爱听了，我告诉你。对，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个。对，你说的对。啊。说的太对了，你说到心眼里了，没有问题啊，谢谢你，谢谢我。我一个是好人啊。我跟你说，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大伙都很好，只有我落后了。我吃的不够，你这个喝的够，我找的别的，我要的命，我要的亲命，我要了我的亲命，哎，我还能接着，我还能接着，再说一个男的。
吗？努力的调皮。嗯，我追上你们大伙儿。哦，我赶上你们大家。过得太远了。我为国家做贡献。嗯，我决定了。啊。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哦。我要做点贡献。怎么？我从大伙儿起誓。好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哦。我好好学习。嗯。我再也不胡作非为。嗯。再也不空想。哦。再也不说大话。哎。不说空话。对。不说瞎话。哎。我努力，我说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开机关门卫二号四十五号的公民了。这住哪儿地来的是真的？哎，我一定要努力。嗯，你们支持我？肯定，我肯定支持您的。你看不起我吧？我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同意我？那肯定同意您的。真的？我这就为您好嘛。是吗？对呀、啊。谢谢您。谢谢你，我决定了，我着急。啊，我着急，我干点什么呢？你想一想，我当科学家吧。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容易啊，学习啊，我科学家也是人啊，这不容易，不容易，容易就都忘了。哦，我得来个冷门的东西。哦，科学家，学科学，是，对不对？我研究买点瓶子去，那个罐儿搁屋里边，养蛐蛐儿，搁药水啊。我研究哪个跟哪个都能炸了，哪个跟哪个能炸了。这是天安门广场，真没这个。他们急我了，你不拿我当回事儿？不是，甭买的名字就是科学家了。我骄傲，我做实验呢。哦，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妻子。是啊，我一定好好练。好，我练成了，以后我造福人类了。哦，我很多科学发明啊。哦啊，我发明。我。你拿一棒棒儿，是啊，干嘛呢？这是科学的东西，这个我首先干嘛？我在喜马拉雅山盘一个2000层的电梯。您这不是胡说八道？2000层，2000层，每层都卖吃的。4层3煎饼，2层3烧烤，3层煎饼果子，4层洗手间。洗手间对，然后往上走吧。嗯，有4层洗手间，都是各种各样洗手间。啊，从4层往上都卖吃的。哦，包子、饺子、回民面条、炒肚、烩饼，都有。嗯，我每吃完一份，我就回4层歇会儿。现在还吃肠子？我来不招呼了，我告诉你。对，我要坐大电梯。啊，坐电梯。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嗯，没过山车。天安门广场过山车。人家进城去练没玩儿吧？这可够烦的，这是机械原理。是，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这搁哪儿用？在长安街上。啊，我这边我打电话开始啊，插死了。哦，这边步行人插死了，两边放着走人。哦，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弄好了。干嘛？放水，咱弄那接水机。我给您做，好，不都得挡住钱知道吗？这房子，您这儿干啊？反正我要花3000万了。啊，我的科学家，同志们，要看看我吧。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哦，以后请你不会让我出来。我是一个大科学家。嗯，谢谢大家。嗯，您鼓励我，谢谢，谢谢。谢谢，我去买字典，买铅笔，买橡皮。这不认字儿开始。我今天晚上开始啊，我先回去学英语。好，啊，我苦默哥。我苦默哥，我就背呀，我写。好，再见了，我就走，一会儿您妈不见关门啊。买那字典去了。哎，再见，谢谢。谢谢大家您一般的掌声，谢谢。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哎，不过愿意学是好事，学事儿。你说我行吗？什么行吗？你说天安门广场好借鉴吗？这人得见打听啊，这。再有一个，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的，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我这也太久了吧。
全都不能走，别找事儿，别找事儿。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跟人认识的，还不认字，卖那干嘛呀？是吧？我干点别的吧。哎，这最好干这事儿。对呀、啊，哎，干什么不是服务？是干什么不是为您去服务？力所能及的，对不对？对啊，我干点什么呢？啊啊，我得学习。是你学完了干点什么呢？我做个军事家了。您这难度都够大啊！都做军事家了，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知道吗？您这个是我老觉得你军人嘛，军人嘛，军人哪有错？这学习啊，我买哪能先做？拿不能打仗的事儿，知道吗？这也学，西子乐打仗的事儿，哦，阿宁抗战的事儿，这个我都得学啊，我得好好的学，对吧？老少呢？干嘛呢？这是啊，翻书看。对呀、啊，对呀、啊，翻翻翻翻翻，我看啊，我这个能管饭呢？没饭吃的，我饭呢？是吧？我就是一个军事家，我一会儿买那绿的皮卡布，我做军装去。做军装去？我先试试合不合适，看好看不好看，是不是？一个崭新的军事家，富有啊，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不是做我吗？不要再哭。军事家比您点太高了，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了。您呐，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您呐，掏着我领子，这一身肉火，来一大耳贴子，打，翻着口袋，有烟吗？不管这烟，恐怖分子都怕了。你要拿下去就得给人放。就喜欢这打火机，对对对，是方的，电镀的，我这还响应，这美国出的，这国也好几百个，美国的恐怖分子啊，哪儿都行，甭管哪儿吧，啊，我都得着了，我搁口袋里边，又来一个，我这，翻口袋，哎，有钱没有，都是我的，改街道的是吧？军队吗？军队搬人东西，是吗？军队吗？不给我就偷了。一边夹着一脚，拿大花盆砸脑袋，好，好武器，打的他眼珠子上都红着呢，让他哭，把他冤死了得了，没个冤的，他爸爸原来我他妈的狗窝，太冤了，我一天我就打一百多个。我接着大伙儿一烟卷啊，那个没开包的桌尖上，我弄个小铺，卖了。我自己好主意，我随军飞，他没军哥呀，这好好接着让我没军做了。打了四万两头来，都是我的部队，买两匹绿布，我都做军装，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里面。买那绿胶鞋。啊，跑起来快点的，嗯，冬天女装，哦，我给他们训练，军训，给军训，太好了，大个儿干头，小个儿干后头，小个儿干后头，我还看得见呢，我一，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我就自己授权，自己给自个儿做，以后我也管了，现在不是自个儿管吗？啊，自个儿来，你就让他们都喊我，哦，也别喊司令，也别喊将军，叫什么？喊老大，老大，我管他们叫小弟，啊，我有个参谋长叫三弟，我就说长袜子，你拿个打火机点着了，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好好啊。什么的？您这什么称呼啊？不行不行，来，我就是军事家啊！打枪啊！哦，这退路！我就在网上干的。
谢谢各位。那会儿我帕瓦伦多骑大马，还骑马，挎着我的军刀，戴着我的头盔，戴着我的军帽。啊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啊、谢谢大家总支持我谢谢谢谢你回去吧谢谢我会成功的谢谢好我买玉布去了给我给你发布一下吗我的工作还是留下来夫人呢，什么部队啊？我爸不是直山虎的，自己万军队的都。我的头盔硬化，甭管怎么着，这是我行啊！您干这个，我琢磨这个军队给起到了，人家的军队也不到啊。飞马的啊，军队都飞马的，没听说过，他都没到，不知道怎么着没到，国家的那是，国家的，对了，我也姓郭啊，郭的，你还真是这，国家的，对了，昨天不让上，上了，没上了，没上了，啊，没有。我后台干点别的吧，干点别的吧，行吗？你别看这大都是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对，我要当个文学家。我还有呢，我这这行啊，啊文学家也不用犯错。啊，不用不用不用犯错，当个文学家。嗯，我大作家。哦，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今天多辛苦了，这事儿。啊，写字儿。天天写字儿，写字儿，字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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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毛病？我这个写什么？这动作写字，写字字啊，行，我写作呀，不写将来大文学家。嗯，从今天开始，我发誓了啊，嗯，我发誓，我今天要开始学习，从今天晚上开始，什么都不干了。不用了，就是写字。好，就这书，给你五点一斤，行吗？没反应问题。爹，我先写五十五。这没有五十五，早有写了。我给你写一个，写一个复杂一点的东西。那不也是吗？我把三国的水浒揉一块儿。我还能看呀，那个。那是不用看的。我写水浒。啊。我写再写一个水浒梁山，再写一个水浒梁山的故事。再写一个梁山好汉，再写一个。你取这么多名字，我也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啊。这得区别。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我最爱写，先写这个，先写这个，先写徐行梅。来，啊，我写这个，写完我改电视剧，电视剧我五十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电视剧啊，五十块钱一集，发财了。一百集五十块钱一集，那就发财了啊！啊，找几个没钱，嚯，拿一块土，嚯，都是十块钱新的，一百都没有。拿家里往炕上一扔，我媳妇脸看见吗？嗯，挣钱了，好看点，看个电视，不看新闻不？哎，甭看，哎，嚯，太鲜了啊！都吸了汤，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了，还吸个汤？我以后不再做了。我开水，净汤喝。啊，我就了不得了我。嗯，我出门了以后，我买车。啊，我骑车很快的。啊，我玩命的蹬了我。你是什么车？再也不怕蹬鞋了我。谁还愿意走着走了？嗯，有车了。我买车，我不凡人来一圈。好，这不解释。一回，没钱了啊！买了新大衣穿，买新的，新大衣穿，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我告诉你，军的还好吗？嗯，我痛快了。好，谢谢大家。不做将来，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有来，谢谢大家。嗯，不做将来我就成了。嗯，
这你们大家支持我，支持。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好，谢谢。谢谢。老爸，就是这会便宜不找我开会吗？白讲起来了，现在是无力了啊！以后纯大文学家，嗯，有天下来了，现在也没人找啊，没有，后悔去吧，后悔去吧，我今天回去，我先写我写写我的名字，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胡说八道，胡说，这人啊，一点真情没有，我找出来了，岳算是啊。你看我，我看你录就行了。你看我已经干点什么去？你这行还缺录去？你还是缺分吗？我这行要分吗？你缺分缺量吗？没有。你要缺分量吗？没有，就不要。够不？够不？你能送我张月票吗？啊？你演出的月票给谁啊？没有啊，没有啊，尽量少来。老爷，你看不拿我当回事了？啊？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我就给你绝交了，我啊，我。我回家我要练功啊，我以后晚上开始我就开始着急了，我就啊，现在天儿就晚了，黑了，活该，明儿就亮了。那您不是今天晚上开始吗？晚上是晚上啊，不定哪天晚上。